一篮又一篮，有红的、绿的，刚采收下来的桃太郎番茄，这是住在内城杨先生大半年来的辛苦成果。可惜原本要送往航口的番茄，因为果菜批发市场在元宵节过后休市五天，也因为他没有其他管道可以销售，番茄只能放在家中等待生机，也透过地方民意代表来帮忙宣传，希望不要因此血本无归。3000多斤啊，那这市场是不运作的话，那这些农民的番茄都番茄蔬菜都没办法销售。OK， 啊，一般安尼采收下来，几天就红起啊，安尼。正常的话，我们的采收哈，跟你在市场看到的是不一样。在采收的时候是番茄的那个末端哈黄。就要采了，还有跟温度有关的。如果你温度升高，它会温度升到30度的话，它会缩短它的这个红的时间，就不一样。冷的话，它就会比较延缓。OK， 好。得知到这项消息的于小姐也特地大老远的跑到内城来采买，可以料理，又可以来当水果吃，更希望能够尽些心力。当地的代表介绍的，帮他就是po在我们的群组上说，来帮忙买，因为那个什么市场休息啊，对啊，没销路，怕他们亏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喜欢吃，所以就来买。OK， 啊，你通常番茄都做什么样的料理？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。对，孩子喜欢吃。对啊，对啊。OK， 啊，也可以切来吃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番茄的挑选，第一个这个饱满没有皱褶，没有像那个花瓣这样，这样。好，然后它凹凸不平，好，那个就是空心，空心里面没有实心，然后你吃起来就水水的，不会绵密，好啊，整个像馒头这样，都这个越平滑，然后没有皱褶，没有那个花瓣的那个类型的话，它就密实，好，所以这个你拿起来会很重，啊，如果你拿那个。这样子像花瓣型的那个，那个很轻，那个里面是空心空的，所以要挑上面饱满的。对，整个最好是饱满。OK。它的密度会高，然后你红了以后它会 Q。OK。然后番茄它应该是不会甜呐，但是不能酸，就是所以我买的时候你就是绿的跟。红的都各买一点，哎，对，因为你吃的时间，把红的吃，那你绿的会慢慢的再变红，不然一次都是红的，你就吃不完。农民只会种不会销售，番茄等不及一天天的红了，但是农民的脸可是一天天的绿了。等到番茄变红成熟时，再便宜也没有人要买了。这个政府指的，这个我们的机关啊，这些农。负责农民的一些单位啊，这些机关能够协助农民，啊，把他的市场能够找到他的出路，啊，生产不是问题，但是销售的管道是农民的最头痛的问题。OK， 对不对？量大的时候，你贱价都没人要。对。所以你不希望说，因为这一波市场休息，然后让你真的是血本无归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这个蔬果类跟加工品类不一样，加工品你可以放很久，一年半年，都可以，然后可以冷藏，这种东西，蔬果类的东西，你到时间一到，它就是红了，它就是烂掉，你就是丢掉，整个。你就是血本无归了。喜欢吃番茄的朋友，欢迎直接来到产地向农民朋友来购买，相信这价格绝对比市场便宜很多，更也能够帮杨先生渡过难关。宜兰新闻记者蓝夏如采访报道。